荷叶也来了，啊，花花来了，这是叶子，这个是叶子，这个是花花，哪个是花？这个，做的那个矮的那个。天哪，太可爱了！窝窝头，对，这个是苹果的，花花这个边是小苹果。哦，现在是窝窝头。他在等放呢。原来还有那手。他手上还有呢，他上面给他没吃完。这个窝窝头看到我也想吃。是呀。看他啃的，他吃的咬一下，鸡头。人家没吃完对吧？小苹果都吃了怎么办？他不是一大口，他在慢慢吃。对呀，吃了两个了，吃完一个，他吃的特别慢，细嚼慢咽。哦，苹果吃苹果啦，我啦。他把手去把那个荷叶的脸给
烤了，烤了。就这么干炒。又是清理出来啥饭多去了。你上个月那个是提的那贴布的那个给我好贴的哇你去那儿然后我去你来这边想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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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饭了，我在家等他吃饭了。等他走了，我走。久了。不喝了，你别喝那个。走着去吧。走着走着，走吧走吧走着。这肚子谁饿了？没有了，花花不要再看了。没得了。华华，看这儿。你要喊他过来，你喊他过来，他不理。累了，走了，累了。然后他那屁股在那走，不是过来，闭上了眼睛。换你起来走两步。走。嗯，好甜。我要是在火锅，在火锅。哦，荷花哦，然后就是。终于可以开头了。没有，我们不想念的。还留。看看他的手艺长。你这死了。我不能再去吃。我吃这么简单。这样看是多给他一块嘛。对他们来说，看到没吃饱嘛？我吃薯片一样，就是说吃。哎，对他脸，这个不是正餐。嗯。没戴口罩的游客，请戴好口罩。花花今天依旧稳定发挥。就跟我们吃零食一样。我是花花和弟弟，一起发挥的。哦，这个结束了。